现在这个样子，应该很失望吧？很失望，但是我心里的揪心和疑问全部都落了地，很踏实。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。开始自己新的生活，我不会再纠缠拖累你。这些日子，我一直会回想起我们小时候的事情，那些只用为了写不完的作业和考试而烦恼。一切都可以重来，我以前遇见的那个人是你，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了？我怎么会不明白？我不是一直在等待某一个人吗？每天清晨醒过来，有事情可以做，有地方可以去，有一个需要我的人在等着我。怎么你总能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及时出现？想要为他解开心结，想要他可以不要再担忧，不要再害怕，想要他也可以每天很简单很快乐，可以尽情的去笑。你知道吗？这些现在对于我而言就是最幸福的事情。我不配给你幸福，我也不希望你看见了我丑陋的过去，却还依然选择站在我的身边。反正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我已经很幸福了。林深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你独自等待我的那些日子，我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还给你。我也希望有一天，他能回头看看我。你只要点一个头，我也可以义无反顾地替你加速狂奔。心爱对于我来说，就像天上的月亮，美好皎洁。
为了能够走进他，我准备了很多很多年。现在，我终于站在他的身边，并且牵着他的手，陪他一起笑，一起哭，一起变老。一想到这，我觉得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幸福，而我也一定会带给他幸福。所以不要让我等太久。今天超话签到没有啊？签了吧。我昨天跟你说的饭圈铁律你记住没有？背下来了。固定爱称，应援色谨防被撞，应援打榜首尾分段冲刺，不能硬组 CP， 避免蹭别家热度，被蹭也绝不手软，爬墙别家不换号着。你简直天赋异禀，再见奇迹。行了，安心别拍了，够好看了。没拍，我是看看牙上有没有什么菜印儿什么的，毕竟是公众人物。哎，看我这个笑容。好嘞，我的大明星，你今天的任务就是，全部给我签完，就你这些签了名的不打折，不签名的打折，多签一本多赚9.63元。那我明白了，我不吃不喝也把它给签完。姐姐，星儿，恭喜你啊，新书发售。也要恭喜你啊，我看到新闻了。菜鸟驿站开发了最新取货功能，获得了最佳物流技术奖，恭喜！这都要多谢月哥哥的技术支持啊。他能帮你什么呀？你们现在驿站是遍地开花，而且有这么大的规模，还是因为你的能力够好。哎，对了，你有看吗？你有没有什么宝贵的意见？你的漫画我全都看完了，你里面是不是有个人物就是按照我改编的呀？谢谢你啊，给了他一个这么美好的结局。现实生活中你也是值得被爱的。等会儿，哎，拿一本走吧。好。安心，林总今天到机场以后突然失踪了，本来在公司有会议行程，现在完全联系不上，你看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？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去找找。我有点急事儿，你们先待在这儿啊。林恩。